喂，有声音吗？哦，因为这个灯色太亮了，所以看不到多少人，就这样一直看到满山满谷的人，非常的开心，谢谢大家。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日子，因为我指挥音乐会这么多年，哦，这是我最紧张的一场，因为第一次我妈妈来听。但是我要先跟我妈妈说道歉哦，可能很多歌你都没有听过，但是加油，我们撑住好不好？还有亮亮灯哎，好。那么刚刚这首曲子叫做《The Adventures Never End》啊，它是清水大辅的一个，是吗？应该没讲错啊。那它这个曲子是一个非常有幻想力的曲子。那刚刚大家听了还可以接受，可以啊，很好。那接下来这个曲子呢，会稍微有一点深度啊，因为它这个音乐上面的会比较深一点。那么有的曲子会比较通俗，比较也会演。那上半场我们都是趁着大家还醒着、体力还比较好的时候，演这些比较深度的曲子，相信大家还可以。那这个曲子呢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音乐会，就是你们有没有觉得说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鼓掌，尤其是那种很多段的。那其实像来听音乐会的话，如果是一个曲子，它有好几个乐章，那中间都不能鼓掌。那我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吧，就是只会有转过来听，就鼓掌就对，好吧？简单易懂啊。那我们这刚刚连一下这首曲子，它很特别，它有分了五段。那它叫做拉丁 dance movement， 那它有五种风格的舞曲，那中间等一下你们听哈，第一首的时候会有一个，对，有看过这个小喇叭吗？我们不配合，你们，哎，对，哦，这个小喇叭你们看起来它长得胖胖的，对不对？跟一般的小喇叭不太一样，这个东西叫做复古号。他的声音非常的温暖，然后跟小号不太一样。等一下那个先生，那个先生他会有一大段的独奏。等一下他如果吹得好的话，我们在曲子演完以后，我会请他站起来，大家给他拍拍手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讲好了，不可以不讲意思了。好，那等一下我还没有转过来就不要拍手。好，那我转过来敬的时候你就尽量拍手。好，谢谢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